我叫陈瑞奇，今年8岁了，骑小轮车3年了。本来是不知道这项运动，以为他玩不出这些样子的花式动作。那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觉得他们很好看、很帅气，所以就去跟着学了。觉得他非常自由，然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就虽然这些动作很难，但是练出来也会有成就感。你现在一天花多长时间在练习？3-4个小时。累吗？蛮累的。为什么累还要坚持是吗？为什么？因为坚持下去就可以成功。所以你是发自内心喜欢这项运动？没错。练这些过程当中会摔吗？就有些难，有可能也不会摔得很痛；但有些简单，也有可能会摔得蛮痛的。这没有一个准确数的。这边有点，这个疤是摔了留下的。这边都是什么？哇，那还是很辛苦的。就摔也有技巧，就可以。就比如说不能这样硬摔摔下去，有技巧的摔，对，就可以避免受伤。其实极限运动看上去是人家觉得很危险的一个运动，但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挑战自己的抗挫能力，然后勇敢啊，或者是一些坚毅的品质吧。对，然后其实这就算他长大以后不玩这项运动，我觉得这些品质、这些精神、这些勇敢的东西在他身上都是能够一直得以体现的。看小轮车主要看什么呢？他们骑的速度，通过道具的难度，然后他们因为自由式更多要参考他们滞空的时候做的动作的复杂程度，还有再高一点就可能考虑到车手个人的风格和艺术感了。厉害的小轮车手肯定是能够把场地里面的所有道具基本上覆盖到的，这也是一个评分的标准。它能成为一项进入奥运会的运动，也就是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标准的赛事的，不仅仅存在于那种民间的那种赛事。我从今年开始就一直在突破了，感觉就越来越好了。就我得了那个俱乐部骑士妙想俱乐部的一个冠军，这里拿了一个亚军，还有一次是在杭州的 Fancy Baby 也拿了一个第一名。那你自己有一个什么目标吗？短暂的目标吗？就是我希望在今年的7月份就四川的武胜站，那个我可以拿到好名次，可以拿到前3名。长远的目标也说说。就是想拿到全运会的冠军这种，全运会的冠军这种。